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如何战胜腹部脂肪，也就是我们的瘦腹的小运动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先准备一张瑜伽垫，我们就可以准备躺下去喽。那首先呢，我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动作很简单，也是运用到我们的核心。那就是把我们的双脚踩平在地板上之后呢，把我们的手往前延伸。那在起来的时候要记得把屁股干净，所以是。手撑起来，这边要记得不要超出去哦。那我们撑起来之后呢，把身体也撑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开始进行我们的侧腰的训练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只要换边就可以了。其实呢，这几个动作啊都非常简单，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都可以完成哦。所以大家不要气馁，跳。